就为我们马上把他请出来，就是我们的洛黎。来到了最后一位现代舞高手洛黎啦，甄选的时候他以超强的舞蹈惊艳全场，今天第一天上课的他会带来什么样子的演出呢？来，欢迎光临，好好自我介绍一下。哦，我是新弟弟洛黎。哇，洛黎今年几岁呢？我15岁。也是15。威廉，你看什么？去哪里？直接把他东西拿出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都推出来了，就来介绍一下。这是爷爷的那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第一次学舞，然后穿的舞鞋。哦，芭蕾舞吗？对，国小五年级。哇，都有留起来。那这个呢？这也是国小五年级穿的。国小五年级穿这个，然后穿这个鞋子跳。对对对，还有一件裤子又不见了。超性感，可以跟多多做个朋友。多多，我那件是一样的。你干嘛破音啊？你那件是丁字裤的吧？哪有？看一下照片。哎呦，哇，是张浩哇，电玩小子张若缇，现代舞舞王。没有，这是国小六年级。国小六年级就是舞王了。也是国小六年级跳芭蕾。哦，所以跳芭蕾男生也要化妆。对对对。哎，我觉得全部都只有女生，就是我一个男生。而且你感觉非常的不怯场，他感觉好大气哦。嗯，跳舞跳。哦，这也是个人舞，现在。天，现在舞很难。要还好啦。过去，我们好好的来，一人好不好？30秒的时间，这样好吗？好啊，要啊，友谊的切磋交流，对啊，我想换痛调哎，真的吗？对，我想换小 T 哎，哦，所有人觉得小 T 都没有人怀念他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小 T 的 feel 好，可以，那来一点小 T 的后，头发已经拨去，小 T 的后现代舞好了，小 T 的后现代舞，大哥可以麻烦 Lucky 的 Lucky 现代吗？随便你。Freestyle 的 feel 还可以。Harry 先是，是小 T， 很烦呢。对啦，面部就是这样。好想揍你，有什么搞？我的天哪！有，好像哦。你有模仿，难怪你今天头发要弄这样。对啊，原来是为了向小 T 致意，你看看。这是小 T 的后现代舞啊，真的。试看看，帮助我各位弃权。弃权。对啊，可以，你可以的，试看。对啊，少来，你是舞王哎，就是要表现到。哎呦，他模仿小 T 上。小 T 不想走啊。对啊。呜。哎呦呦呦！呜呼！小 P 眼睛，小真真，呼！好，拍手！一样的梗，我想见。哎，硬要做那个，是有一点想揍他吗？小 T ending， 好啦，看得出来你很怀念小 T，小 T 也感到欣慰。小 T， 我有听你哦。好啦，重点是哦，好不好？那个，哎，谢谢 Terry。重点是哦，那个是会那个有氧竞技有氧，那要给我们好好来一个表演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若离带来的这个有氧竞技，没错。手很大，哇，浴火凤凰。哦，又不错。
有在 monitor 看到他的那个脸，多多有一点威胁到你，他现在很紧张。你多多笑一段，多多笑一段，一套一套，没有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听他讲，弄一下，弄一下，没有要等你啊，不要讲话，赶快去。突然间裤子是 S 号的，不行，我不要裤子。我们就是想。多多，你说你不跳是吧？那就来看看那天爆哭的表现吧。哇塞，真是清凉有劲啊！不过你的小多多不要着凉啦，睡觉的时候要给他拍背的。在弟弟们可是又多到21位呢，你看看是不是太好了？模范棒棒糖就在这里退堂了。嘿，哼，谢堂主，谢龙家。利用他是布景的优势，就还当狗仔，就他发现他一直在偷拍大家换衣服。哇！老李跑，全军之庭，阿伟终于说出真心话，在攻击一个人。还有，这是我们棒棒糖里面的王子。哦，Andy哥常讲说，如果他在节目上不讲话，就像个花瓶一样，所以我觉得他是我们六棒里面的花瓶，布景男孩。精彩内容请锁定明天晚上9点《模范棒棒糖》。